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好，今天带大家去这个地方呢，是有这个小毛驴跟这个半自动的散弹枪哦。那我们就快马加鞭过去啊，别绕路了，好不好？照着路走会绕很久。其实不在我标的这个点，在旁边的村子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卡住？为什么卡住还给我绕圈圈？怎样啊？不行，他卡住了啦，他有 bug 啦。不要闹了。哦，下来了，咱们用走的。这游戏 bug 还是很多啊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看到可爱的小毛驴在旁边。来用第一人称看一下它。这台这只是可以骑的，而且速度还好，蛮可爱的。但我们这次先不会去骑它，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有半自动散弹枪。你进来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哦，是吗？他可能认错，以为我是他的小孩吧。这个阿嬷有四个小孩，把东西放在地窖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地窖在这里面，这个的下面。你进来的这个地方就会看到这个武器盒哦，打开就会看到这个半自动散弹枪，哇！超级棒，它可以连发五发子弹哦，这看起来有点旧，可能要把它这个维修一下，到底有多厉害？阿嬷在骂人呢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另外一把枪捡起来，我用弓箭去换好了。兰卡斯特啊，这把枪也是某一个小任务拿到的。我们先把房子搜刮一下，东西还蛮多的，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你看一下照片，还有四个小朋友。四个兄弟啊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珠宝。黄金婚戒，这有箱子耶，这有什么？有珠宝啊，珠宝。哦，这地方好肥哦。啊，有钱，你敢偷娘娘的东西？他生气了啊！转身离开，从这里滚出去。我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。人参。怎么样？我有枪，怎么样哈？这边还有什么？这边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啊，这边还有，这里没有东西。丢东西了，丢东西了，还生气生气。还有没有东西啊？检查一下柜子啊。够了，他要去找儿子。不让你去，不让你去，不让你去啊，好不好？没有丢到。你回来。来，我先把他绑住哦，不要动哦。我们来搜一下他有什么东西。盐牛肉。小毛驴不见了，刚才不是还在？哎呀，我应该先把它绑起来才对啊！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，跑哪去了？小毛驴真的不见了啦！
后来我再回来这个地方，就遇到他四个儿子哦，然后把他们都干掉的时候，会获得一些钱，那个钱还蛮多的。OK， 那这个小毛驴跟散弹枪介绍到这边，我们先试一下散弹枪的威力好了。我看一下这把枪到底有多厉害啊！先把它维修一下好了，看起来脏脏的。清理加速一下。跟新的一样啊，试射一下五发，哦，超强的，